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好久没有吃串了，这个串我每次都要吃撑，准备了好多我爱吃的肉和菜，把它们都串起来。其实懒的话，这不就能省了，直接丢锅里煮。旁边的烤盘也不能闲着，来煎点火腿肠啊、豆腐啥的。嘿，这油有点多啊，不是说好了要减肥的吗？不管了，先吃饱吧。这个蘸料也非常的重要啊，你们可以截图一下，记得加两勺蒜蓉辣酱，最后再加小半碗水兑开。煮好了捞出来，淋上拌好的调料就行了。嘿，给我馋的已经边拍边吃了好多。炸的也可以刷这个酱，这套适合的 Hello Kitty 厨房小家电真的太好看了，奶油小仙女也很喜欢呢。嘿，奶油，这不是你的枕头呀？